我命了这条巨大的怪兽了没有？这是海里面的游泳冠军旗鱼啊，它的时速到每小时60英里。哇，这条60多斤的旗鱼啊，我们哪里掌握不到，我们到时抓了鱼有没有60斤会不会亏本？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一二三，走！哦，哦，哦，两条大货，看一下，哦，随便来一条，哦，哦，10几斤，太棒了！哇，又把本钱赚了15斤了，60斤的旗鱼，看一下这次能赚回多少斤？两条捕鱼，30几斤了，来，又来一只中青斑，漂亮哦！这个来自清蒸跟红烧都非常美味。哇，这边好多，赶紧！哎呀，这条鱼好漂亮，这什么鱼？哇，这什么鱼？这是什么鲳鱼吧？金骨鱼。这里还有两只。哇，没想到跨越种族的恋爱，黑雕跟包公在这边谈恋爱。来，这里还有，这里两只黑雕，雕哥。哦，这个才是正常的恋爱，纯种族的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来，哇，橡皮胶一样，鲨鱼，哦，狗鲨，这一斤要150。这里，来了，庞然大物啊，来了哈，小我捞一点哈，哦，进去了，哇，桶爆桶了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扁扁的，哦，嘿，这什么鱼啊？这多宝鱼还是？哎呦，多宝鱼还是比目鱼啊？哎呦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这个鱼听说来这清蒸油泼也是很美味的哈。这个是比目鱼，啊，有点像多宝鱼啊。小问题下有大货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一群啊！哇、哦，金毛鱼，先给它抓掉，金毛鱼比较活泼。一二三，我来跑，上。啊，没地方跑了吧？好肥的黑毛鱼啊！哇，这个拿去清蒸或者拿去煮汤都一级棒。你看，这条鱼，哦哟，这种鱼很好吃啊，没有刺的哈、啊，我咬得很痛啊。哇，这个拿去补身体，小孩子吃了会长高高的。这个1斤多的花鳗，这1斤要100多。